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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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，今天要来玩手足杯，苍井兄弟对黄山兄弟，加油，苍井兄弟，苍井兄弟，前爆苍井兄弟得分，加油，霸斗。上啊！他们在打你的滴滴，去救他！哦，来了！哦呦呦呦！哇，苍井兄听牌！暴力啊！恭喜苍井兄弟获胜，苍井兄弟对上草叶兄弟，来吧！哦哦哦哦哦啊草叶好惨啊！哎，苍井兄弟先得分。草叶完败，苍井听牌。哦，草叶，哇哇哇，竟然得分了！哇哇哇哇，滴滴爆裂了！哦，滴滴爆裂了！霸斗好凶，恭喜苍井兄弟获胜，苍井兄弟对上金岛兄妹，来吧兄妹兄弟对决完，第一场是苍井兄弟得分，哎呦金岛兄，哎呦好凶，把对方的弟弟还有自己的妹妹打爆了，结果转赢。哇！哦，金道兄妹，这一局被打爆，苍井兄弟听牌。哦，来吧，苍井兄弟。哦，金道兄妹能不能？你没有了，哥哥暴力，哦，剩下妹妹，妹妹追平，关键局。哎呦，哇哇，金道哥，兄妹，哎呦，哇哇，金道哥，兄妹都被苍井霸斗暴力。恭喜苍井兄弟获胜，苍井兄弟对上朝日兄弟。哦，哇，面对新时代的主角，哦，两位都有一人出局了。第一场会是谁先拿下第一分呢？双方在拼命的追赶，第一局是苍井兄弟。哦，哎，加油，朝日兄弟！哇！把苍井兄弟都打出界，得分！哇哇哇哇！两位攻击型的，哇！哦吼吼吼！苍井霸斗飞起来了，结果转赢听牌。面对落后的局面，少女兄弟还有机会逆转吗？有的，恭喜追平关键局！哇哈哈哈哈，哥哥，哥哥被打出去了，留下弟弟一个人。哎，恭喜苍井兄弟获胜，苍井兄弟对贵族兄弟。哦，
霸道展开猛烈的攻击。两位贵族兄弟能否撑得住呢？结果是贵族兄弟先得一分。哇！凤凰爆裂，剩下战神与黑帝斯。哦，黑帝斯能不能没有一比一？加油！哇！战神猛烈的攻击。滴滴天牌。贵族兄弟有没有办法力勇狂澜呢？然而，凤凰再度喷掉了，最后能不能转阴？没有，苍井兄弟获胜，恭喜苍井兄弟获得全胜的记录，拿下手足杯的冠军。隐藏关卡最萌双胞胎队，打赢他们才算真正的冠军。启动双胞胎条款，必须先让双胞胎两分。双胞胎会带来什么精彩的表现呢？哇，爆得很精彩！苍井兄弟先得分。加油，双胞胎！哇，哥哥先出界，妹妹还被打出去。苍井兄弟听牌。加油，双胞胎！撑住！有机会吗？有机会吗？没输了，苍井兄弟获胜。接着请看第二名是谁？黄山兄弟对草叶兄弟。差点以为全爆，黄山兄弟先得分。来吧，爆裂！爆裂！好精彩！黄山兄弟听牌。撑住啊，草叶哥，草叶哥，撑！撑不住，恭喜黄山兄弟获胜。黄山兄弟对金道兄妹。哇！黄山弟弟被敲出去了，剩下哥哥被爆裂。金道兄妹先得分。来吧，金道兄妹加油！黄山弟来了。乱次郎会不会为哥哥报仇呢？失败，金道兄妹听牌。恭喜获胜的是金道兄妹，黄山兄弟对朝日兄弟。来哟，会不会出现？动画没骗人，朝日兄弟先得分。哇，哥哥都出界了，还可以打爆。朝日兄弟听牌。爆得好惨啊！朝日兄弟获胜，黄山兄弟对贵族兄弟。来吧，蜕变过的黄山兄弟，哇，竟然打不死鸟爆裂，先得第一分。哇！黑帝斯出界，剩下哥哥跟弟弟，加油，两位。会不会出现爆裂的画面逆转呢？结果是贵族兄弟1-1。
叔兄弟听牌。哎呀，究竟是贵族兄弟可以顺利的拿下分数呢？哈哈哈哈，拿下分数！没问题，贵族兄弟获胜，金道兄妹对上草叶兄弟。哇！哇！竟然是草叶兄弟先得分。道兄妹一比一，哇！最后是金道兄妹听牌，由金道妹妹拿下最后的胜利。妹妹赛勾，金道兄妹对上朝日兄弟。道兄妹秒输，朝日兄弟先得分。加油，妹妹，撑住，撑住，你可以的！哇，朝日兄弟停牌。赫波龙出界了，金道妹妹机会来了，能不能拿下分数呢？就靠你了。那个哥哥太弱了，不要理他。金道兄妹得分，加油！金道妹妹，果然还是只能靠你了。啊，那个哥哥的遗体在那边干扰。加油！追平！哇，妹妹太神了，妹妹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最后是。金道兄妹获胜，金道兄妹对贵族兄弟。哇，哥哥，哥哥，妹妹好猛，一比零。来吧，加油，金道哥，争气一点。不然妹妹再唾弃你，呵呵，贵族兄弟得分。哇，魔龙太惨了，留下妹妹一个单独对战。贵族哥听牌。哇，结果剩下金道妹妹跟黑帝斯。剩下金道妹妹跟黑帝斯，胜利者是贵族兄弟，草叶兄弟对朝日兄弟。来吧，啊，好快啊！朝日兄弟先得分。哇，好惨哦！朝日兄弟听牌。哇，一切都太快了，朝日兄弟获胜，草叶兄弟对贵族兄弟。加油，加油！哇，草叶弟弟爆裂了，哥哥也爆裂，贵族兄弟先得分。好快啊，贵族兄弟听牌。哇，草叶兄弟加油啊，你们连一分都没有就
这样子落败了，恭喜贵族兄弟获胜。贵族兄弟对朝日兄弟。哦哦哦，朝日，哦哇，好刺激啊！把自己的哥哥弹出去了，一打二，结果是贵族兄弟先得分。来吧，加油，朝日兄弟！有办法打败这个贵族兄弟吗？加工没有，剩下贵族兄弟听牌。哇！贵族哥哥不死鸟飞走爆裂，剩下弟弟。贵族哥哥不死鸟飞走爆裂，剩下滴滴赢得胜利。最终积分如下：第三名金道兄妹，第二名贵族兄弟，第一名就是我们的苍井兄弟。谢谢大家。